大家好，我是谢用居士。清明节在我的家乡，满族人会做一道只有清明节才吃的糕点，叫豆面卷子。今天我就在杭州把做法展示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些黄豆，削去杂质和发黑的豆子，之后将黄豆倒入锅中，用小火慢慢的翻炒，炒至黄豆变得干脆，之后将炒好的黄豆冷却。这时候你要和一份糯米粉，揉成面团，之后放入锅中蒸熟。冷却后的黄豆打磨成黄豆粉，刚打出来的黄豆粉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现在撒一些黄豆粉在菜板上，再铺开，取一些蒸熟的糯米面团放在黄豆粉上，之后再撒一层黄豆粉，用擀面杖擀开，完全擀开后再放入红豆沙，再擀开，之后把整个面饼卷起来，切成段，这道糕点就做好了。